笑啥呢？是你的任务很搞笑。三位哪个是你比较理想型？因为太明显了，哥有点。我这真不是任务，我发誓。你这弄啥嘞？王看为公开制，田家瑞的社交开关打开方式。你笑啥？你有任务啊？你有任务啊？任务是现在就开始吗？没有，不是不是，吓我一跳。我肯定是出去才开始。对，那你笑什么？是你的任务很搞笑。没有，不是。你还是用的也是这首歌吧？你是哪首？我不知道。说我的是 Lonely Dance。在路透里听你唱过好多次的一首歌 Lonely Dance。 玩得好吧？啊，怎么样？你感受一下。说实话，他要是抛弃咱们站在那边的话，那就非常好笑。你看他往哪边去？那肯定往这边。我不觉得。很自学的就过来了，兄弟。不然呢？不是这样吗？就这样。你站着无所谓。你们去中间站，我上边。我喜欢在边上站。不，我你看我一直在边上的，你们在中间，没事没事。你八几啊？我是八一。你呢？你也八一？八三？那我八几？你八五？没有，我感觉咱们三个差不多。你八几？我八一啊。不，他说他八一。我真是八一。我也是八一。不可能。我真八三，我现在长一米，我八四了嘛。我发现你好会好多好多方言是吗？我只会说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够了。来，休息吧，来吧。这是干嘛呢？天津话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为了买个摩托车。陕西。成都话我就不用说了。这个山东，还会一种河南。咦，你这是弄啥嘞？西红柿土豆茄子。唐山。唐山呢？还有一个，粤语吗？刚刚。不会是那样，我中文那样，武昌那根。来吧，你对谁说的？三位哪个是你比较理想型的？这是你这太明显了，哥有点。你这真不是任务，我发誓。我们另起一个话题。没法聊了呀，我在玩每一个游戏 Q 每一个流程都说是任务了呀。